这是啥运气啊，剧本都不敢这么写。何老师和曲影队选择张远和李彩画队进行游戏的比拼。我们的游戏叫做真假锅盖，规则呢是这样，坐在选择位的成员呢面前呢有五个锅盖，其中呢有一个锅盖是假的，选到把手和锅盖分离的队伍失败，失败队惩罚位的队员会接受我们的彩粉炮的惩罚。石头剪刀布，好，彩画姐先选，先选这个吧。不、哦，你想选一号是吧？安全，彩画姐接下来要选了，请验证。啊，我都看到了，彩花姐。剪刀石头布。好，彩花姐先选二号，对不对？来，请验证。